因为喜欢你，哪怕只是远远的看着也会觉得很幸福。综艺瑞正家有个金泰亨的女粉丝来到他工作的餐厅去吃饭，他远远的看到了金泰亨忙碌的身影，他没有选择去打扰，哪怕只是一只手臂的距离。直到吃完饭，粉丝才小心翼翼地用紫色的铅笔写下表达爱意的话。当然，收到纸条的金泰亨害羞又开心。粉丝的爱很克制，他可以装得淡然自若，但内心的爱意早已汹涌澎湃。